这个原料过于粘稠，酱在反应罐里了。严重吗？料要是掏出来还能用，可修搅拌赤色起码得停产三天。 浩颖，完事儿以后，浴缸是不是又找蛮小兴趣了？你别骗我。谁要是看不中你啊，那只能证明他自己呀不懂好赖，是不是？你是他最好的哥们儿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他让你来转告我，让我别再缠着他了？没有。 只是我不愿意看你这样，啊，剃头挑子一头热。你跟浴缸不合适。说句到家的话，你收不住他的心呐。你说你来咱们车间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琢磨不透这个理儿呢？女人这辈子半步都不能走错。浴缸他就是看不起我。 没有啊，绝对没有，对天发誓。人家浴缸这方面半个字都没说。听哥哥几句劝啊，找个好男人嫁了，人这一辈子就没有天塌下来的事儿。不过啊，要找也得找过吃过苦的，最好像我这样，下过乡的，知道疼人。 你实话告诉我，浴缸是不是跟蛮小星谈上了？你来提醒我。谈什么谈呢？你没看见早晨他们俩打得人仰马翻的？不是冤家不聚头，我还巴不得玉刚跟我也那样打呢。他从来都没跟我那样。 我还怎么劝你？你说，你什么都不用劝。其实我什么都明白，就是绕不过这个弯儿来。也许我看见他真的结婚了，我才能彻底死了这个心。你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。 大伙不忍心呐，看你这么苦着自己，连我妈看着都心疼。下辈子，我一定从小我就瞄准一个好男孩，然后跟他一起长大，之后谈恋爱。 结婚生孩子，白头到老，等死了之后，得要埋在一起。师傅，你连工作服都没换啊？换什么换？你们都是青瓜蛋子，都是青瓜蛋子，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，闹鬼了！蒙恬再大意，也不至于僵这样啊！看书、念诗。
你们都长学问了是不是？找个人盯设备啊！半个小时没人看设备，还他妈怨鬼？你是说是个朗诵导致这场事故是吗？我没说你，你不懂一边看着。方哥，你甭跟别人发火。出了事儿，该扣我们奖金的，你就扣呗。这是扣奖金的事吗？停三天工，你这耽误多少产量吗？这破设备早该报废了，连那破车间都该报废。你说什么？师傅，再给我说一遍。报告，师傅，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这时间死在车间里头的，你又不是主，又不是厂长，这局不让你招吧？你别把我考冷，你就是地主的报，下金旗，滚！都给我滚！四车间现在还没解散呢，你们现在端的都是四车间的饭碗，吃着碗里边还砸自己的碗，都给我滚！段哥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小猫，师傅，你话好好说去。小猫，我告诉你，做人得讲良心，咱们这心是连着血管的，血管里边流的是血，不是白开水，更不是能拧成疙瘩的大油，懂吗你？大哥，你说的对行吗？你说的对行吗？大宝，洗澡去。小猫，哎，你别走啊！让他走。小星，别往心里去啊！这个事故和诗歌排练没关系，真的。来，可是小猫他们也说，这一次事故跟排练有关系。他们这不是找客观吗？不过要说实在的，谁都不能怨，要怨就怨这条设备，太陈旧了。你像将冠这样的事故，每年得发生四五次呢。不过，这诗歌朗诵的事情还要继续的搞下去，啊，持续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这样，那个，啊，明天上午所有轻工都上白班，团员就交给你了，继续排练。有信心没有啊？有。师傅，今天把您请回来，主要是跟您说一下这个浴缸片用旧桌椅的事情。一个旧桌椅还整个骗？你说他骗银行得了呗？师傅，您说您以前总用这种袒护笼络的方式来管理四车间啊，浴缸被您惯得不像个样子了。底下的群众有很多很多的意见，再照这种方法管下去啊，四车间早晚成了一盘散沙。反正你是恨浴缸不死啊，蚊子给它咬个疙瘩，你就使劲给它抠，使劲给它挠，一直给它整到发炎为止。师傅，浴缸身上的疙瘩是蚊子咬的吗？那是它自己长的，长疮流脓了。
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呐。反正你在玉刚身上没起什么好作用。师傅，我觉得您这话说的挺不中听的。您平心而论，每次玉刚捅娄子是谁在帮他？是谁替他跑上跑下疏通关系？那不是我吗？我一直忍他，我让他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他师兄，因为我看着您的面子，我看着他爸爸的面子。现在看起来，他爸爸就是一个刷了新粉的旧牌坊，早该给退了。你混蛋！你再这么讲话，我不认你这徒弟。师傅，您什么时候真心把我当您徒弟看过？啊？以前您为了培养我大师兄做您接班人，后来我大师兄入狱了，您就开始培养于刚。他就是不给您做脸。您这次再也护不住他了。段玉刚就是一个屡教不改的流氓。您不信啊？不信您就等着看，他下一次肯定出事儿。师傅，只要您保重身体，别再犯病，您一定看得着。轻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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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点。来，帮我扶一下这。行了，别都拉了个脸了。我检查不都写了吗？大不了再扣一个月奖金。我们愁的不是奖金的事儿。我说，你跟小猫说话以后能不能好好说呀？对，玉刚。你现在就是腰里别副牌，逮谁跟谁来。老兄弟，你别说话。让玉刚倒腾旧桌椅是你出的主意啊！现在出了事儿，你缩脖子装没事人了。行行行行，人家玉刚还没生气呢，你倒怨我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您怎么来了？啊，什么？看我们干活来了？哎，这是我们俩的组合柜，您看这图纸。怎么样，样子新潮吧？这儿就这儿，不用你教我看图纸，啊？哎哎，严师傅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从自己家拿的，不是厂里的。哎，师傅你小心手。花友啊，哎，听说过那句话吧？手巧不如家事妙。你像这锯，每天干活之前都劈它一次，这样干起活的时候啊，它就走道了，好使。不然它发锈，知道不？知道了。这刨地是谁磨的？是我磨的，这就是你磨的，七八里地都不铲屁股，这能干活吗？你说，说你啥好呢？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。我起草刚磨的，还顶嘴。严师傅，这小子就是条懒驴，他根本没磨。少贫你，我今儿来呀，就是帮晃悠出力气来了，行不行啊，晃悠啊？不行啊，行。严师傅，您有这句话就行。傻小子，结婚这个大事儿应找老人商量，跟一帮小生筐子听他们忽悠，他们懂啥呀？你说，真是。哎，快给师傅拿椅子。对对。哎，行行行，你干啥？干啥？别别别，您别干，行行，师傅，我来干什么？师傅，您坐，您坐，您坐，您听我们的啊，您就坐在这儿，什么都别管，您喝着茶呀，看着我们干活就行，您不生气比什么都强。你少虚，你的账我先给你记着。我今儿来就是帮晃悠出力气来了。嘿，严师傅，哪能让您出大力呀？我当然不出大力了，我出大力要你们干啥？就是，
凿眼儿还行啊，这活我可以包了。师傅，这也是力气活，您老心脏不好，您呐就在这喝着水歇着，看着他们干啊。你们怕我累着啊？心思我理解，我的心思你们也应该理解，知不知道？我多希望看到你们一天比一天进步，一个个日子过得都挺好，然后齐心协力把四射间撑起来呀！干活去吧，干活去吧！哎，嗯，干活。累的，快擦擦汗。嗯，来，嗯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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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脏了。小丁啊，哎，这都是老爷们干的活，你帮不上啥忙，早点回家吧啊。师傅，您又撵我，怎么您一来我哪儿都待不住了呢？严师傅，您就让小丁在这吧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少耍贫嘴，哪儿都有你。成天打成帮练成火的，不怕别人说说闲话吗？严师傅，你是不是听谁说什么了？听谁说啥就晚了。这帮小子我看好了，就得定时定赏的敲打他们，敲打晚了都行，就给你整出幺蛾子。哪个是省心的主？你说。师傅您别生气，来，您喝口茶。我不渴。喝一口吧。哎呀。师傅，我们增援来了。你们来了，来搭进来吧。进。师傅好，严师傅好。师傅好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晃悠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以后每天下班啊就过来帮你忙，怎么样？太谢谢了，你要来啊，我这心里就热得发烫了。你看，严主任啊，一大早就来了，到现在一直没闲着。严主任辛苦了。既然来了，那就找活干吧。哎，开工！大家都动起来。我谢谢大伙了啊！来吧，干活！谢谢大伙了啊！来，谢谢老板啊！干活喽！是马小新提出来的。他说，团员应该用实际行动帮助晃悠解决生活困难，结果大家都说好。没了。小猫没说我什么。主任，你这不是逼我说小猫坏话呢吗？我跟小猫是最好的哥们儿，如果我真说了什么，那我还是人吗？大王啊，咱们厂来年开春啊，准备组织职工去进行一次疗养。保全车间的贾主任带队，咱们车间我准备安排你去。你想想啊，这十几天的时间，你和贾主任他们同吃同住同玩，那不比在厂子里待上十几年都强啊？回来以后，你和贾主任他们成了朋友。这个再向保全车间办调动，是不是容易一些呢？是，人要进步啊，就好比是化茧成蝶，过程痛苦，结果美丽。哎呀，你们送啥呀？都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快点，你帮他把屋好好收拾收拾啊！哎，行了，回去吧，辛苦了你，我送就行了。我跟玉刚说一句话，咱们走了，师傅，回去吧。师傅，那您慢走。哎，回去吧，师傅再见。您不就是要说旧桌椅的事儿吗？行了，师傅，我错了，我错了啊，您消气儿。我不想说旧桌椅的事儿，我想跟你说呀。你大师兄没少照顾你，他出来以后你得好好照顾他。
那还用说？你大师兄出来以后啊，他一半会适应不了外边这环境了，看人都容易看不准了。您什么意思啊，师傅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能再犯错误。您这说了半天，绕了半天，不还是在说我呢吗？行，我以后一定少生孩子，多养猪，多干实事，少犯错误。我从来没害怕过得病，现在又不怎么着，我总担心呢，说不定哪天我一口气喘不上来呀，我就闭眼了。师傅，你这老瞎说什么？你不能再到我坟头上，你去保证不犯错误啊！你要是犯了错误再进去，那他出来也没人照顾了。我要是进去了，不还有我二师兄吗？他能耐大，您让他照顾呀？你是个混蛋，我指望不上你。师傅，师傅。我开玩笑的，说着玩的。我开玩笑说着玩的，我哪能不照顾我大师兄啊？丁师傅，这把手套拆来干什么用啊？织线衣，织线衣，那得拆多少副？我攒了七八十副了。丁师傅手就是巧，巧不巧放一边，就看上不上心了。王主任，哎，咱车间人都来了吧？啊，秦主任，您怎么来了？什么叫我怎么来？我当然该来啊！咱们车间的人都这么热情，你这个事儿是咱们车间现在的头等大事，我不得表示表示？这小星都把团员们带来了，有什么活说吧。不用不用。我们这都是粗活，您干不了。嗨，都是一个车间的人，说这话。知道。大家不是就是为了前些日子那个酒桌椅的事儿还埋怨我吗？当然，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工作做得不够好啊，我没有了解清楚。这个也怪宇刚，你说他要是早跟我说明白了，我也就没那么多事儿，是不是？我今天来呢，就是跟你表达一下我的心意。都是一个车间的弟兄。别为了这点事儿闹生分了，不能，不能。你忙啊，哎。小皮筋儿，不能这么一直冷着你师傅。你不是一直吵着要帮忙吗？帮师傅倒杯水，我教你怎么泼木料。我会，不用你教。你这人怎么那么不虚心啊？我真的会。来来来，喜子，你给我。啊。啊，小鞠给我。我真的会，不用你教，你看着。你会什么会啊？会，你让开。你这样不行，你这样没。不用你教，我真的会。小鞠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过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鞠姐，怎么了？哎，不能拿嘴。来来来来来，慢点。不行了，不行。慢行了。呀，这什么？哎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哎，没事没事。云南白药止血的，你轻点儿。行吗？来，把这药丸吃了。你这有什么药啊？保险子，防破伤风的，赶紧把它吃了。我不吃。吃了。我真不吃。行了，啊，吃了吧。吃了吧。哎，你走，我今儿送你上医院。杨继松。哎，什么不去？你看你脸色，别扛了，快走。快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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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。好吃吗？什么味儿的？什么？他手指头上的血，你看这事儿弄的，一跟我们在一起吧，你就受伤，我这心里特别不落。没事，真的没事。我是不是比上次坚强多了？对啊，满小星同志向我们工人阶级更加靠拢了嘛。大夫，麻烦一下急诊室在哪边？急诊室在前面。好，谢谢啊。宇刚，手怎么样？挺严重的，连指甲带皮都掉了。没事的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一个人回去好了。哎，让宇刚送送吧，都是他惹的事儿。我可不敢让他送，他这脾气一上来，什么都不顾了。再送啊，指不定还出什么事儿呢。那我代劳吧，那个今天在家好好休息，假条我帮你开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啊，走吧，我们先走了。
送去。这面皮子立上了。练练，准备准备就掉。今儿怎么不说话呀？有心事儿了吧？因为满小星，大晃悠，你说以前跟满小星开玩笑吧，反正咱们是说好的，就是给他找别扭，心里边也没觉得什么。但是现在越来越……不是那感觉，心里边特别扭。哎呀，哥们儿，你不会假戏真做吧？真的，你是马上就要结婚的人，帮哥们把把脉。你说这心里边要是老惦记着一人，是不是就谈恋爱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惦记谁，我都不说什么。可你惦记的是满小星啊，这满小星树大，树大就招风，你明白吗？干嘛这么说？那我怎么说啊？这不明摆着呢吗？秦光明现在跟满小星的关系，这你也看到了，是吧？咱们一开始就是为了跟他找别扭的，可你要真把自己给搁进去，这关系怎么处啊？这本来就够乱的了。孙主任，我到了，你就在这停吧。哦哦哦。谢谢你啊。哎，你们家住这儿啊？哦，我们家就住那个大院里。改天请你去我们家做客吧。啊，好，再见。哎，等等。啊。这几天在家里啊，多注意休息，养好病吧。那个段玉刚就那个脾气，做事情嘛，从来不过脑子。你别怪他，其实也不关他的事儿，是我自己太不会干活了，我就是想气气他，他那臭脾气发起火来不管不顾的。他对你发火了？什么时候啊？也没有，就是急的。哦，你们之间……哎，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，我跟他只是好朋友的关系。哇，那就好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小星，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。啊。小星，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去晃悠家吗？为什么？那你不是……对，我要把前两天那件事情说开，另外去帮晃悠点忙。啊，当然了，这些都是次要原因，主要是因为你。因为我？对呀。前几天你不是一直跟我讲说要跟大家打成一片吗？我想了想，其实现在最该跟大家打成一片的人是我。我知道大家对我都有点意见，没办法，这么多年了，积年月累的。第一呢，是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，有些事情处理身不由己；当然，更主要的原因呢，是我工作做得不够好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这都是因为你啊，你让我意识到我跟大家之间有距离了吧，小星，谢谢你。哎呀，我真的是这样。你给了我很多的启迪，以后在工作上我要多向你学习，多花点时间和大家在一起。秦主任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那就什么也别说了呗。还有，以后别老秦主任秦主任的，你可以叫我秦光明嘛，要不然直接叫光明。啊？好，那请光明。再见。哎。其实你说的这些吧，我都明白。但是不能因为秦光明我就怂了呀。秦父什么人，咱们俩都清楚是吧？对他的态度，咱不能把这事儿呢带到这个满小星这事儿上来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得问问自己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人家？是。
要不我干嘛这么说啊？好，有志气。哎呀，可你要喜欢人家一个女大学生，你做好思想准备了吗？人家万一要不喜欢你呢？他要不喜欢我，他要不喜欢我，那我就继续努力呗。一年不行，两年，两年不行，三年，我就不信我拿不下他。看看，拿下，拿下这词儿就不对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满小星是受过这个高等教育的人，啊，蛮横硬来是不行的。你现在应该多看看书，啊，增加点知识，跟人有点共同语言吧。别人家 A B C， 你好勾圈看上来了。就像你说的，咱们跟满小星不是一路人，现在跟咱们在一起，那是人家有半年的间隙期。等半年一过，人拍屁股走人了。你想跟人谈恋爱，你上哪儿找人家去啊？我没说完呢，走什么走？行了，你甭劝我了，这事儿我磕定了。给你牛脾气，这谈恋爱不是生产。这家人也真是的，打家具哪有让女孩子帮忙的？不怨人家，这我手笨，就不小心弄的。我看你是脑子变笨了。妈，这段玉刚的鬼点子可多了，这打组合柜啊，就是他出的主意。哪个段玉刚啊？就是上次打架把我胳膊拽脱臼。是他呀？那你今天这手也是他弄的呀？啊，不是不是。哎，妈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段玉刚说话的语言特别精彩。他说人要有良心，这心连着血管，这血管里流的可是血，不是白开水，不是那凝成疙瘩的大油。你等会儿。你怎么一提这个段玉刚就眉飞色舞的呀？哪有啊？你这几天老提他，你自己没感觉呀？谁老提他？前天吃饭的时候你就在那儿说的是不是他爸爸呀？昨天说什么来着？妈，你别说了，我真的手特别疼。赶紧吃药吧，赶紧吃药，都没到时间。你买的吧？啊，给你爸爸买的还是给谁买的呀？嗯，给郑伯涛。郑伯涛又是谁呀？嗯，是段玉刚的大师兄，进监狱了。啊，嗯，是因为生产事故的原因，不是什么干坏事儿。这个段玉刚啊，特别尊重他的大师兄，他让我给他大师兄买件毛衣。妈，我不会。怎么又跟段玉刚有关系啊？小星啊，不行，咱们俩必须得谈一谈啊。哎呦，妈，不行，我手特别疼，我得睡觉去了啊。不行，必须谈。小星。别假模假式的啊，人都走了，来喝点水歇一会儿。想好了没啊？想好什么呀？什么什么呀？喜欢人家就跟人说出来，免得夜长梦多啊。我知道，人家现在女孩事儿多着呢。再说了，这中间还横个秦光明，是不是？你别以为人人都跟那个丁慧茹似的干巴利落脆。嘿，你说这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没什么意思。坐，玉刚。哎呀，
刚，这方面我有经验。你如果真的喜欢满小星呢，你就得让他知道，是吧？得做出个样子来，别老绷着。又绷，下一个。哎，我啊，我觉得咱这柜子吧，好像应该再把它，就那个，你知道吧？编，接着编。哎，我说的你听进去没有啊？进来了，请坐。小星，谁呀？妈，有客人来了。哦。啊，您好。这是我们车间秦主任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秦光明。啊，欢迎你来看小星啊。哎，那快请进去坐吧。啊，好，进去坐吧。哎，您请，您请。来，哎，进来吧。伯母啊，哎，今天我来呢，主要是跟您赔个罪。作为小星的车间领导，我没有照顾好他，真的不好意思。秦主任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就是不要这样讲。我们家小星啊，年纪太小又任性，我还想请厂领导多关照他呢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。小星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，那在我们全厂都是数得着的，能分到我们四车间进行实习，哟，那是谢谢。哎，没关系，那是我们的光荣嘛。对了，小星在工作上还是很好的，也帮了我不少忙。是吗？没有嘛，你看。看你们主任多年轻有为，又会说话，快给主任倒水吧。哦，哎，妈，你们先聊着，我还有东西没写完呢。秦主任，你自己坐啊。哎，小星，你不陪你们主任说说话呀？你说这个孩子，让他爸爸惯的不成个样子。你坐这儿吧，坐下。这个小星在厂里边呢，还是非常懂事的。是吗？啊，伯母。那个伯父还没下班呢，没有，他忙。他呀，在市工委工作，跟你们也算是一个系统吧。啊，对呀，对呀。我这个女儿啊，毕了业就吵吵着说要到工厂去。其实按我的意思，我是不同意她去的。可是她爸爸宠着她，说到工厂锻炼锻炼挺好的。就这样，你说。到了工厂，这三天两头就出事儿。来喝茶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伯母。不过关键是整天她还挺高兴的。小星是一个特别热情的姑娘，不过工厂这个环境对于她来讲哈，确实是严酷了一点。是啊。秦主任吧。啊，不不不，小秦。小秦啊，哎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，嗯，有一个叫段玉刚的，你认识吧？认识他，他是我们车间的，怎么了？哦，小秦啊，哎，这个人怎么样啊？他。总体来讲嘛，本质不坏，也是我们车间的生产骨干，就是文化水平有点低，性子呢有点暴躁，经常爱干一些出格的事。那这不，哦，就是，怪不得我女儿出两次事儿都跟他有关系。是啊，啊，但是他这个人还是不错的，就是工人嘛，总有点粗。你喝水吧。哎，好。师傅，那你这儿没有西瓜了？没有了，过季了。过季了？啊。哎，雨王，听见没有？过季了，哪儿买去？再到别处看看去。我就不信了，挖地三尺，为了把西瓜给挖出来。哎，急了，你急急急！你说实话。这回你是不是动了真心了啊？不吱声哈，你不吱声我也知道，你除了对你师父这样，你还对谁这么上心过？少给我废话，
我上心的人多了，四车间哪个人我不挂心上面？放屁拉臭的遮羞脸啊！于刚，我不陪你了啊，我得回晃他们家干活。哎，你先陪我干完事儿，咱俩一块过去。我去干嘛去啊？你们俩，我在那儿不合适。那个，赶紧滚吧！拜拜了吧，洗礼同志。